直播达11月25日是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5日一点，意甲第13轮，尤文图斯主场迎战斯帕尔。上半场，皮亚尼奇利用定位球机会，助攻 C 罗门前轻松垫射破门，皮亚尼奇禁区内劲射险破门。下半场，科斯塔中柱，尤文精彩反击，麦朱基奇补射得手， C 罗禁区内错失良机，随后桑德罗伤退，尤文图斯主场2-0轻取斯帕尔，尤文联赛继续保持不败领跑积分榜。前12轮尤文取得11场胜利，并且保持不败，继续领跑意甲。做客的斯帕尔想要拿走分数难度较大，但是放手一搏的他们或许能够抢到分数。 C 罗能否继续有好的表现，帮助球队继续前进，值得期待。此役C 罗他档曼朱基奇、夸德拉多以及道格拉斯科斯塔首发，皮亚尼奇坐镇中场，迪巴拉以及马图伊迪替补待命。上半场比赛开始，尤文率先开球，一分钟拉扎里前场右路带球突破被桑德罗破坏，三分钟 C 罗左路长传转移，力量稍大出了边线，五分钟拉扎里右路自15度传中，佩林将球扑住，八分钟德西利奥前场右路尝试远射打偏，八分钟门将开球失误，科斯塔禁区内左路横扫门前，皮球折射入网，但是裁判鸣哨在先，进球无效。11分钟夸德拉多右路横敲， C 罗禁区弧顶抢射被抢先破坏，13分钟埃特鲁奇带球杀入禁区被德西利奥铲断，15分钟夸德拉多右路弧线球传中，曼朱基奇勉强头球顶出边线，17分钟库尔蒂奇右路转身传中直接出了底线，18分钟科斯塔前场中路远射被扑住，21分钟库尔蒂奇前场中路任意球直接打门打偏，24分钟皮亚尼奇右侧角球发入禁区被头球解围，24分钟科斯塔前场右路中炮轰门被门将飞身扑出底线，28分钟皮亚尼奇前场右路定位球发到门前， C 罗轻松垫射破门，尤文图斯1-0斯帕尔。30分钟本塔库尔左路传中，曼朱基奇没有顶到球，34分钟库尔蒂奇禁区前左路远射打偏，35分钟皮亚尼奇左侧角球发入禁区，戈米斯将球摘下，37分钟法里斯禁区前右路戳传被门将摘下，40分钟夸德拉多禁区内左路横敲，皮亚尼奇中路停球左脚劲射被打出底线，44分钟博尼法奇禁区外蓄力重炮轰门被佩林扑住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尤文图斯1-0斯帕尔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斯帕尔中圈开球，46分钟 C 罗禁区内左路内切劲射被挡，49分钟皮亚尼奇禁区右侧战术定位球开出，科斯塔禁区内左路小角度劲射，皮球击中远端立柱内侧弹出， C 罗门前越位了，52分钟库尔蒂奇禁区内左路打门打飞，56分钟佩塔尼亚禁区前右路远射皮球被挡出底线，59分钟波努奇后场长传发动反击，前场左路 C 罗高速奔跑将球拿住，分球给到禁区前科斯塔远射被门将扑出，曼朱基奇门前补射破门，尤文图斯2-0斯帕尔。64分钟斯基亚塔雷拉前场右路定位球发入禁区，乔内克头球顶偏，66分钟佩塔尼亚禁区内右路强行传中被博努奇挡出，68分钟 C 罗禁区弧顶左脚低射门将倒地将球扑出，71分钟库尔蒂奇禁区外远射打偏，76分钟斯帕尔连续耐心传导到前场球丢了，77分钟曼朱基奇禁区内右路传中后点皮亚尼奇头球一顶，皮球摊地后被破坏， C 罗禁区内右路背身挑球顺势倒钩打偏，80分钟
桑德罗左路45度传中被头球解围。81分钟夸德拉多前场右路斜传禁区， C 罗右路铲射打偏。84分钟皮亚尼挤禁区前右路任意球横敲，夸德拉多赢球劲射打飞。86分钟桑德罗因伤被基利利尼换下。89分钟瓦里斯禁区外凌空抽射打飞。全场比赛结束，尤文图斯主场2-0战胜斯帕尔，尤文图斯22佩林2德西利奥19博努奇24鲁加尼12桑德罗30本坦库尔5皮亚米奇16夸德拉多11道格拉斯科茨塔西14马图尼迪17满朱基奇7 C 罗替补位出场10秦斯尼15巴尔加利神迪巴拉3基耶利尼18摩西基恩21平索里奥4贝纳蒂亚20坎塞洛37斯皮纳佐拉斯泡尔伊戈米斯93法里斯14博尼法奇27贝利佩4乔内克28斯基亚塔雷拉8026瓦尔迪菲利奥19库尔蒂奇6米西罗利58瓦洛蒂29拉扎里7安特努奇37佩塔尼亚84 43帕洛斯基替补位出场3朱鲁神弗洛卡里5西米奇11西蒙尼22蒂亚姆25路易斯24迪克曼33菲利普32米林科维奇。